的节目主持人 Cindy 还有宪哥出场。小优主持。小小客串一下。好，先给我们记者美女们拍一些照片，来，中间的，好，来，那我们先左边的美女朋友们，好的，爱心，好，那我们右边这边捕捉一些画面，好 ，OK， 好的。那么因为呢，其实呢，这个非常辛苦，所有的大哥大哥都会搭的，做一个搭的，你们两个做一个搭的，对，黄色大哥，对，手短，来中间，啊，小爱心也好了，眼神 ，OK， 可以，来右手边。好，我们中间再补个几张。大爱心，再来一次。这是什么爱心啊？怪丢了。有到了。啊，呵，最新的爱心。好可爱哦！爱情鸟。爱情鸟。好，爱情鸟。英文叫什么？Lovebird。哦 ，Flamingo。哦 ，Flamingo。好的。那么呢，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阵仗呢？那是因为今天的录影日期就是8月8号的父亲节，这边要祝我们的宪哥父亲节快乐。也是我们 Sandy 的生日。哎呦，是的，狮子座，对，狮子座。哎呦，太可怕了！哎，后来经过科学的验证啊，狮子跟老虎打架，谁会赢？狮子跟老虎。各位，你们自己去 Google 一下，老虎，结果是老虎会赢。被他压了一辈子，你知道吗？因为狮子座，然后又大姐，全家都归他捧育。结果呢，到我身上，我想，哎呦，我只是老虎而已。后来才知道，山中之王就是老虎。好，山中之王还是狮子啊？对，因为不去森林嘛。因为森林之王是狮子，然后就是我们森林的生日，然后又是父亲节，所以有两位大来宾要来送蛋糕了，帮我欢迎。全球啦，这个疫情对啊，然后那么严重，所以还是不免俗的要许第一个愿望，就是真的拜托全部的人都健康平安，然后这个有得过的就不要再脑雾了啊，没得过的就没得过且过，好不好？你说金钟奖的，我是说谁得金钟奖会脑雾啊？好不好？确诊的，希望大家就是防范任何疫情可以过去，要健康平安。然后呢，也希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这个小明大哥班呢，可以继续获得大家的喜欢。谢谢所有工作人员、工作单位，然后当然阿米老师，然后所有来我们节目玩的亲朋好友。我觉得
很荣幸今天也是父亲节，很感谢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然后哇，很荣幸，等于这六年我见证了你的成长。这其实百感交集的，这个祝福女儿，好不好？生日快乐，谢谢，早生贵子。哇，已经讲排好行程了，应该38岁，38岁那年，我今年才7年，6、7年的人慢慢来，好不好？这人生要一步一脚印。不过这一次我是比较百感交集的，就是爸爸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是，对，那也是你第一个当上阿公的父亲节，那也是明年，这样不算吗？你没怀孕，这样不算。对，昨天我们家族聚餐嘛，对，人马非常众多，那二女儿现在已经有一个大众马的小妇人了，大概有7个月，然后肚子微微隆起，这样，哇，那心里面的感受就是。生命好像机场一样，机场好像车站一样，有人来，有人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月台上留下的点滴片刻，都是生命中最值得回味的记忆。对，为大家带来一首 Memory。好的，既然是决定，可以带来一首歌。多了，好吧，也希望你早生贵子。哎，他们今年结婚了，结婚了。我真的今年要38了，怎么办？可以，可以算不好。OK， 谢哥金口。我私底下跟那个女儿，因为女儿的闺蜜嘛，对，表示过佩慈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哦，对不对？后来她就迅速结婚。郭靖是，而且你们现在又常常一起工作哦，都没有说什么，没有没有，是开玩笑开玩笑，好，那就谢谢两位，对，然后我们这里也一起来合个影，好吗？好，我们今天的那一集。生日，好吧，那个父亲节快乐。昨天我们家族的人聚餐嘛，然后的心里面感触良多。第一次没有父亲的父亲节，但是也祝福天上的爸爸，他可以继续演唱他的卡拉风天美，他的卡拉风天美拿到医院里面，把医院唱翻了一顿。然后他因为他有印了海报，他要做他个人的第一场。小型的售票演唱会，那我也希望他的天堂可以把这个演唱会成功。因为他的歌单很多，甚至那个海报上面有提到说，爸爸是他的来宾嘉宾，对，所以今年的父亲节，感触特别多，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节快乐。那你呢？有准备什么礼物？他送的礼物不能讲，不能讲，真的不能讲。对呀，没关系。阿公最快乐的，对不对？我们家是充满了怀念，那我们都是快乐手，因为这个是一种生命的教育。那我孩子们他们一个去到那个他们一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学习一下，有一天，对不对？这人世间哦，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离开人世间的，所以有一天你看爸爸这么厉害的人，有一天也会咻咻到，对不对？不见了，但是呢，上帝带走一切，但是他带不走永远美好的回忆。对。你要来
谢谢你的礼物啦，他讲不出来啦，他有送礼物啦。对，对，就是我想一下哦，好，我是想说就是配合他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买了一些生活的那种家饰品给他啦，然后就挑了一个那种迷宫山上的，然后摆在哪里都看起来很可爱很酷这样，然后就是送给他。就是我刚刚是突然情绪冲上一个，因为我平常是比较理智型的，然后刚好也隔了一段时间，就不用再颠了，对，可以释放出来，没有关系。但就是还好，我觉得就是也是刚好今年都结婚嘛，所以我们昨天的家族聚餐就是人好多，然后就很热闹，就是反而会觉得家里面多了好多好多新的成员，然后不管是我这边的夫家或者是妹妹那边的夫家，人很多，然后又有新生命嘛，所以好棒哦，两个很棒的亲家。都很有趣，也很爱唱歌，很好玩。对，昨天也是卡拉OK，我也玩了整整8个小时。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父亲节就是虽然也是一起工作度过啦，但是还是很高兴。我觉得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还好有小大一个节目，让我们可以相处的时间更长。在生日是在哪里过嘞？生日啊！生日现在就是只安排了几天的休假，但因为我又有新的节目要开，所以接下来还是一直在录新节目。哇哇哇！你那太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没有啊，就是还是在赶着录音当中，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安排什么，可能就只是放假几天。跟老公出去玩一下，你就走走吧，可能应该也去不了哪里，现在还是也不可能飞去什么是出国玩啊之类的，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那要大家拭目以待，你只是开新节目你知道吗？正最近做了一件大事。怎么了？马上请开金口。我第一次呢。你要干嘛？等下我会不会后悔啊？我第一次演皇上啊。对对对，而且是他好适合在古代，厉害的，我根本就是一个古人。我还不能给大家看，但是您如果要看，我现在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私底下看的。不能，因为他不能给镜头看。广告的内容啊，都不能看。看了以后，我自己吓了一跳，这是我吗？我根本就是秦始皇本人呐！对呀。太屌了！真的，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讲，我要不然我拿给你看，那个章鱼，小的雄鸡那个。怎么样？因为我想给大家看啊，那有什么关系？要不然把那个广告退掉就好嘛。真的假的？应该很快了，很快10天了，10天后就可以看到那个。那立夏拍完了，哇，很爽哎！演皇上很爽，对，始皇帝。是希望可以先会准备了吗？我就是还在工作，然后没有在研究什么，没有做的。着床能力就让他妹妹来。是就可以。那收视率的部分大概是希望越来越好。收视率的部分也是交给妹妹。收视率加油了，因为这个现在电视圈才需要更多的创意，更多的努力。那我们这个昨天刚好走了，今天昨天。都积极的在研究，我们要做什么样更好的一个内容？因为节目久了就有老态，老了就有疲态，疲了就会淘汰，除非自己淘汰自己，否则就等着别人来淘汰你。就那么简单，这是艺能界的定则。所以要指引保胎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研发更好的东西。还好我们在网络上面的收视率都是最高的。啊，这值得纪念，因为代表大家都有看，它代表不一定在哪一个介质上面看，在这个界面那个界面上面去看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就多多的努力，开拓了更多元的一个方向。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o let's start getting them. Man, what can we make it? We're serving our own lives. Ow!
哦，那个车因为没有来。Roadster， 特斯拉的 Roadster。可以送你 Roadster。哦。龙虾就可以了。Roadster， 那结果那个车没有做出来啊，又有订两年了。啊，特斯拉。谢谢他们。都告诉我们谢什么？谢谢他们没有做出来。来了还是我还是要谢谢。谢谢你。你好邪恶哦。谢谢。不会啊 ，No， 特斯拉还是电动车里面的 Number One， 好吗？要不然你找懂车的来跟我聊啊。对啊，它真的很安全啊，因为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 bug， 对，都有它。你看 Canon 有 Canon 的好嘛，对不对 ？Nikon， 对，然后 Nikon 有 Nikon 的好嘛，是不是啊？他们都知道了嘛，比如对焦。还有它的胶感，它的对不对？这不用讲，他们都很清楚。特斯拉就是一部好车中的好车，很难比较。我没有代言嘛，我没有代言。对，嗯。哇、哦！你那个基督徒吓得喊出阿弥陀佛。没有啦，各位，我拍照的时候有没有比出这个 pose？ 这是什么 ？Love and peace。您去看看最近，那个第一名的，整个收视第一名的那个网络剧，呀 ，Netflix， 他这一套太看，跟他女儿，爸爸看那个剧看到哭了。爸爸跟女儿，然后两个用摩斯密码，我也曾经用摩斯密码这个梗去拍过一个电影，去拍过这个电影，摩斯密码打麻将，用打摩斯密码告诉你上一家发什么牌给我，摩斯密码跟女儿，然后在四次元里面，他竟然。他回到那个黑洞里面进来，然后回到女儿，永远纠结的说：“我的书房里面是不是有鬼？”哦、，Interstellar， 经济效益。呀呀，好，你们讲出来就可以。经济效益。然后呢？这好久以前的。旧的啦，旧的，但现在突然间就爆红嘛。那这个代表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哎，你看问题是什么？我绕了这个弯，说爱与和平，结果你知道吗？在那个充满高科技的电影里面，最后唯一能够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竟然父亲对女儿的爱，两人是 love and peace， trust me， 我们都是地球人，有一天我们一起到了水星。到了火星的时候，遇到彼此，你哪里人？我地球人，我地球啊！他什么？开心？好开心是这样表现哦。对啊。那愤怒？懂了吗？愤怒啊！好不好？所以要懂得彼此相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吧？与政治无关，与政治无关。老板，对不起。啊？啊！你给我打！都有了，生意照做了，啊，对，一切正常，对，好不好？我们就尽量不要做。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就是中国的军机常常跨越中线，然后就有整个台海的中线，对。台海，我就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对不对？没问题，有中线就有中线，无中线就有中线，好吗？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哎、嗯，他最近在看《无用物》啦，那个非常啊、哦，非常认识啊。最近追剧追得很用力。对，追剧一定要用卡拉轰天的，好吧？因为那个力，你没有制作那个力挺好。回到家先打开卡拉轰天的，你要看什么都有。你要听什么都有，心情不好，一言不合就唱歌，好吗？哦、我现在没有邻居了，对啊，我现在没邻居，等一下好了，没有，我把隔壁都买下来。天哪，这句话，大家当真了？没有没有，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然后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盲人啊？怎么住到我隔壁，然后车停到了车位？对啊，我把房子租出去了，租出去比较划算吧。我有邻居，我竟然不知道，而且跟我同一个门，我说奇怪，有明明有那个
么会自动做厨师机就开始跑？对对对，原来是有人就动它。对对对，我没有讲。OK OK， 家务事了，家务事了，有点难解。他、女儿送我是一个23K 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意义重大。他也知道那一个东西每天陪爸爸的时间最多。对，您会打麻将吗？会打麻将啊、哦？各位，我昨天发生了一个打麻将这一生没有遇过的事。我总共自摸了8次，不，自摸了8次，因为我们打很长，自摸了8次，我8次自摸通通是中头，有没有可能中？3饼3饼，然后6饼，7饼6饼，对，然后4饼6饼，自摸5饼，那个6-8饼自摸7饼。那像媒体会写庆哥打麻将中洞大开 ？No， 中洞大开。摸中洞摸到8次，可怕了！这个会不会跟这个最近鬼月有关？好像有想问一下，最近运势很好，其他的可以帮我讲一下吗？最近运势很好，不影响。互相对待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照了镜子，你也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对呀、啊，所以。Love and peace.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etter day. So let's start. 好，那我们就站在这里，就别录影。好，谢谢大家。别离开，包里的包里的，别离开，不要离开，别录。时代不转换啊，大家后来才知道我们根本就是个宅男，我也不会去夜店被拍啊，超屌，还要去找哪里找到这么好的老公，对不对？所以我就以身作则 ，Sandy 还有那个 Vivian 的老公虽然帅，高富帅，然后很像韩星，对不对？哇，站在我们昨天吃饭在家里27楼，然后看着他的窗外，没有他没抽烟，我有抽烟，然后我侧面看他，那夕阳照他脸上，哇靠，帅成这个样子。突然间跟他讲韩文，啊，你谁哟？他们三把米的。谢谢大家，我们要录影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很多那个艺人就是被逼要表态，想问这部分有什么？这一段我从小到大工作超过30年了，对呀、啊，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我在台湾做的一切都很好，中国大陆也都做得很好。人家这个你去到了杜拜，人家当然不能吃猪肉了，你硬要点猪排，那你就不要来杜拜啊！啊，概念的那么清楚，所以还好不用问我，好不好？好，因为我会打太极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